你做乜做咗幾耐啊？呢個我哋啊，做嗰個炒啊，少少30年，少少30年啦。拉生我噶，講中華講就我做係係咪經濟還嘢？哦，呢個我噶阿哥係激好啊。哦，佢哋激好啊，阿哥啦。即係你一炒係炒開30年咗啦。40年，40年，斗幾隻炒，十幾歲先啊？阿得冇20歲我就激好啦。哦，啊豉油渣有咩功夫啊？炒豉油渣。你依家邊要你買到豉油渣翻嚟？啊嚇，你即係咁即係落去炒啊？唔得掉到水噶。 Yeah.